升级思维便是最好的自我迭代方式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思维之音。今天我们会分享能够让你快速成长的九种思维方式，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如果你只是想取得一些小进步，那就改变行为；如果你想取得较大进步，那就必须改变思维。很多时候，局限一个人的是我们固有的思维模式。想要改变人生，就需要打破惯性，重塑我们的思维。以下这九种思维方式能够让你脱胎换骨，实现快速成长。一、共赢思维。经济学家曾提出过一个龟兔双赢理论。在陆地上，兔子跺着乌龟前行，到了河边，乌龟又把兔子跺在背上游过河，最后双方都能快速抵达终点。这种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，不管是在生意上还是在工作中，都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益处。哲学家叔本华曾说过，单个的人是软弱无力的，就像漂流的鲁滨孙一样，只有同别人在一起，他才能完成许多事业。想要获得更大的成功，离不开共赢思维，先学会利他，才能更好的利己。二、增值思维。听过一句话，你的报酬不是和你的劳动量成正比，而是和你劳动的不可替代性成正比。真正的牛人不是有多能干，而是干得比别人好。有一些人习惯去弥补不足，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自己的劣势上，殊不知真正的成功并不是补齐短板，而是加长长板。足球运动员贝克汉姆曾坦言自己的短板，不会左脚传球，且速度比大部分进攻型球员慢很多，但是他有非常出色的定位技巧，擅长罚角球和任意球。训练结束后，贝克汉姆经常在球场上练习任意球，一练就是几个小时，最终以其独特的任意球技术闻名于世。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，没有人能做到事事精通，与其跟自己的弱项较劲，不如扬长避短，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。三、主动思维。喜欢上一个人，你是主动表白还是被动等待？发现好专案，你是努力争取还是等领导指派？遇到困难，你是自己想办法解决还是等别人来帮忙？如果你的选择都是后者，那么通常可以断定你是一个被动的人，需要培养自己的主动思维。一书曾说过，如果你要一样东西，不要等人家施舍，自己走出去争取，没有人会特别留意你，处处关照你。想要什么，要靠自己去努力去争取。要知道，你的每一次主动都是对自我的突破，也会让你离成功更进一步。四、初心思维。我们都曾经怀揣梦想，意气风发，步入社会后却被现实搓磨，被欲望裹挟，逐渐偏离了方向。正如作家约翰·史崔勒基所说，不知道从哪一刻起，我们在生活里迷路了。人生最大的遗憾，就是走了一条自己本不想走的路。在匆忙前行的路上，适时停下来，认真审视一下，这是不是自己曾经想要的生活。无论你走了多远，都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。五、成长思维。卡罗尔·德维克在《终身成长》中说，决定人与人之间差异的不是天赋，而是思维模式。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往往决定了他的人生高度。纪录片《富哥哥穷弟弟》中，哥哥家庭幸福，是金融界精英，弟弟却形单影只，生活落拓。成长在同一个家庭中的兄弟二人，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？原来哥哥从小就勤劳能干，21岁便开始创业，经过不断的努力，拥有千万资产，名利双收。而弟弟则好吃懒做，习惯了依靠别人，做事情总是三分钟热度，最终只能穷困潦倒。形成固定化思维的人，常常安于现状，不愿做出改变，遇到点挫折便会自暴自弃。而拥有成长型思维的人，心态积极，能够从每一次失败中总结教训，汲取力量，重新出发。一个人想要取得持续的进步，就要先调整自己的思维模式。当你拥有成长型思维后，才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。六、量变思维。有人曾计算过，假定一张纸足够大，将其对折64次后，其厚度竟可以抵达月球。一个人如果每天进步 1%， 一年后他的能力便会提升38倍，这便是复利的力量。爱因斯坦曾说，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不是原子弹，而是时间加复利。当你在一件事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，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，必然会有所收获。那瓦尔宝典中说，生活中所有的回报，无论是财富、人际关系还是知识，都来自复利。人生没有速成法，我们取得的每一项成绩，无不经历了从无到有、积少成多的过程。
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，默默积累，持续精进，总有一天会实现蜕变。七，长期思维。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曾说过这样一段话：能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，一是雄鹰靠着自己的翅膀飞上去，还有一种便是蜗牛。蜗牛虽然没有翅膀，但是一步一个脚印，坚持走下去，仍然可以爬到顶端。在这个世界上，真正的天才很少，多数人的成功靠的都是持之以的努力。鲁迅说过，如果一个人能用十年的时间专注于一件事，那么他一定能够成为这方面的专家。只可惜懂得坚持的人少，半途而废的人多。据调查显示，24%的人会在2个月后放弃原定的目标，50%的人会在6个月后放弃。制定目标只是成功的第一步，坚持不懈才是取胜的关键。人生最后的成败，拼的不是运气和天赋，而是长期主义。八，复盘思维。村上春树说，方法简单且好用，那就是不断的复盘。复盘是一个人实现自我成长的最快方式。投资天才杰西·利弗莫尔在每次交易时都会记录交易前后的详细数据，交易结束后再把交易的依据、决策得失等内容进行回顾、总结和归纳，最后形成一套规律，为以后的投资提供参考。正是靠着这样一次次经验的复盘，让利弗莫尔从一名股票经纪行的小伙计逆袭为伟大的操盘手。俗话说，笨人瞎折腾，智者找方法。那些只顾埋头向前，不懂得停下思考的人，很容易陷入无效勤奋的回圈，明明很努力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。真正的聪明人会通过定期的记录、反思和归纳，从每一次失败和成功中找出原因，积累经验，实现人生的快速跃迁。九，突破思维。非常认同这样一句话，一个人的强大还用不上天赋、智商这些因素的加成，只要突破内心的层层阻力，你就会脱胎换骨。很多时候阻碍我们进步的是固有的观念和自我否定，总觉得自己不行、做不到，便会失去很多尝试和成功的机会。哲学家尼采说，不蜕皮的蛇只有死路一条，人类也不例外。若是抓着旧思想，人会从内部腐败。要脱胎换骨，就必须让思维进行新陈代谢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若想长久立足，就要学会自我更新，主动求变，升级思维便是最好的自我迭代方式。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希望能为这支影片点个赞。我们下期再见。